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连老字号的店家都要不断的创新才能够稳住它的市场。日本金泽的 Yamato 是一家97年的味噌酱油老店，最近它推出了3种创新的产品，让市场感觉非常的惊讶。第一个是冰淇淋用的酱油，这个酱油里面加入了砂糖、麦芽糖，让口味变甜，可以淋在冰淇淋上面一起享用，看起来就像黑糖蜜一样。那第二是它的酱油冰淇淋，这个冰淇淋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香草冰淇淋，吃了一口也有浓浓的香草味，不过之后就会在喉咙之间散发出酱油的味道。很意外的，酱油跟牛奶竟然是一个不错的组合。那最后是它的黑芝麻味噌布丁，这个布丁吃起来是甜的，可是却有味噌的口感，而黑芝麻是可以帮助有益健康的。那这个让我想到有人说澳洲的 Vegemite 吃起来很像酱油，我很好奇酱油跟奶油加在一起涂在面包上面会不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呢？